外游后不幸被藏室缠上，或者屋企突然多咗重玩，咁就要趁农历年大扫除前解决。现时市面上提供灭虫服务嘅公司好多，选择时应该留意乜嘢？今集理财要贴地，请嚟灭灵灭虫公司技术人员 Nelson 为大家拆解，仲会同大家讲下平日要点样预防虫害。